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恶狼游戏》。咁一开头咧，我哋已经见到咧个首页咧好丰富嘅，其实成个界面应该系一啲嘅介绍啦吓。我见到仲有个扭蛋机添吓，呢一度系有个扭蛋机啦。咁应该系扭一啲公仔啊，或者系一啲哦豪华衣着嘅。咁呢啲我哋迟啲再玩啦。咁首先我哋尽快入翻我哋嘅 story 先，入翻我哋嘅故事模式先。好，我哋上次应该系讲到冇错喺呢度啦。狼 game 嘅，好，咁有啲位置咧，我可能唔熟嘅话咧，我就未必会译啦。OK， 咁啊，呢度系咪睇咗啦？呢度佢就话好有趣嘅房间嘅格局啊！呢个系上次就倾到咧，就系话咧嚟到一个酒吧嘅地方，然之后咧都有一啲柜台啦，然之后又有桌球台咁样嘅地方。好。啊，系啦，呢一度咧系咪讲紧一啲系电视节目啦？咁啊，将啲唔识嘅男女聚合埋一齐啊，咁啊嚟一啲真人 show 定乜鬼嘅电视节目啊？咁啊呢一度就话咧，佢就见到一啲嘅枪，咩铁嘅枪之类啊嘛，有啲奇怪嘅感觉啊。OK， 咁临尾咧呢个记者咧就用一个嘅录音笔就去记录咗一啲嘅过去嘅事件啦，发生嘅。好，我哋可以继续揿住先啦，因为呢啲我哋都有啲睇过啦吓、啊。好，差唔多啦，应该差唔多啦。好，佢咧对于一啲靓嘅人嘅话咧，有啲冇办法接受到定咩嘛？啊，佢就话咧，依家咧唔系一个闹交嘅场合，依家阿永井呢一个人啦，我哋应该尽快咧协力去到离开呢个地方先系嘅。总觉得咧呢个气氛咧非常之严，非常之唔好啦。呢一个嘅主角就咁讲。佢就话咧呢一班人进行即系合作离开呢度，系咪真系做得到噶？佢哋？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呢有一些奇怪的声音在这个的房间里响起。好，我们终于可以进入这个了。要看广告了。好，我们回到来了。多面一闪他就说呢，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恶狼游戏。咁啊，快啲咧，将呢一个嘅快啲坐喺有你名写上嗰个位置度啦，系嘛？我就叫佢咧稍微听一听我讲嘢呢个奇怪声。好，呢一个小岛咧就话咧，快啲出嚟啊！我警察嚟嘅。他就话听完不做的话会有受罚，他说我会给十秒时间你等，已经倒数紧啦，已经呢一个奇怪的声音叫他照住做，系嘛？好，这个海棠咧，佢就话咧呢一个咧应该系一啲嘅电视嘅一啲嘅节目啦，吓系啦，呢啲电视嘅节目，即系佢觉得系一个嘅电视嘅节目嘅效果啦 ，OK。咁而呢一个倒数咧，系依然进行紧嘅，系啊，七六五四三二一咁样数紧嘅。呢一个系咪真系冇问题噶吓？呢个尺寸就咁讲啊，咁一路再数紧嘅嗰个嘅倒数系。而家系咪好大镬啊？阿小公就咁讲，一零。将我嘅规则咧无视嘅话咧，呢个时候咧我就会咧进行一个。罚啊，系啦，一个嘅惩罚。你以为咁讲会令到我哋惊啊，系嘛 ？OK， 喺呢个瞬间咧，全身都感觉到痛楚，打打打打，哇，好痛啊，好痛啊！又俾爹冇啊，停手啊！已经嗌紧啦，已经惨叫紧啦，快啲停止啊！快救命啊，停一停啊！然之后下个瞬间咧，呢一个刺痛嘅感觉咧，已经停止咗啦。哇！头先嗰个究竟系乜嘢嚟噶？唔系话呢个时候都要停？
好，呢个时候咧就翻翻嚟啦，佢就话咧。总之应该是话关于一些命令啊，是不是不听我讲的命令定乜鬼嘢？好，有两只嘅奇怪的生物啊，应该是一个羊一个狼啦。OK， 乜鬼嘢嚟嘅嗰个系？系啦，嗰个系狼同羊啊！主角就讲咗呢一句说话出嚟，佢就话咧。大家好啊！大家第一次见啊，初次见面，我是呢一个 game 嘅主持人啊，系啊 ，Melly 吓，诶，玛丽啊嘛，叫做系啦，Ruth 就应该系佢日文名啦，但我唔知点样译啊中文系啦，呢个有啲难啊。哇，识讲嘢噶佢系，佢就话好呕心啊 ，Kimoi 系咪 ？Kimoi 好似系呕心，或者系恐怖定咩？喂，你究竟咧想对我哋做啲咩啊？佢就话对我哋做咗啲咩系啦？哦，佢就话咧喺你哋嘅脊椎神经嗰个位置咧 set 咗一个嘅，你当系一啲嘅电掣之类啦。唔系讲真啊嘛，你喺我个头嘅里面。好，呢个系咩嚟噶？呢个系咩一回事啊？佢就话。如果你咧夹硬咧想拎翻出嚟嘅话咧，有机会系有死亡嘅可能性啊！请你注意。所以咧，快啲咧坐喺自己有自己名嘅凳度啦！呢只狼就咁讲啦。然之后咧，亦都冇一个无视命令嘅人喺度啦。大家都好听话咧，系坐到自己嘅位置度啊！一开始咧听话嘅话咪几好咯？呢个羊就咁讲。所以你哋话咁，而家接下落嚟。开始狼人游戏啦，接下来 ，OK， 喺呢个时候突然之间咧，眼前嘅卡咧就开始分配啦。好啊，咁啊，抽一抽张牌啊。呢一张咧系一张可以左右到你嘅性命嘅一张牌啊，系啦 ，OK。咁啊，主角就话啦，可以左右到你嘅命，系啦，控制到你嘅生命，你嘅性命啦吓、啊。你究竟讲紧啲咩啊？你喺度？大家咧都冲都有一个好疑惑嘅心态去抽呢一张牌，好啦，唔知系咪真系会有狼同羊呢？系啦，上次我哋之前玩过一只饿狼游戏咧，就系冇即系冇呢一个嘅字，即系佢系基本上已经 set 定咗你一定系某啲角色嘅，系啦。咁我希望咧有啲唔同啦，即系呢一个真正系可以选择狼同羊嘅。咁我哋拣边张好呢？我哋不如拣第一张啦，第一张啦。好，系咪开啦？依家狼定羊啦，今次系开你见我系羊啊 ，OK， 咁啊都合理嘅，系啦。因为以前嘅饿狼游戏多数咧主角都系攞羊，我知头先讲过啦，呢个系羊。我抽嘅牌咧，中间咧就有羊嘅样貌啦，系啦。好，咁咧你哋咧抽嘅卡咧，其实有两个种类嘅。一个咧就系羊嘅卡，另一个咧就系狼嘅卡。好，抽到狼卡嘅话咧，就要将一只羊咧杀死。Colossus 要将佢杀死。呢、這个果然系某一啲嘅咩电视节目系嘛？新村就话啦：，喂，适可而止啦，快啲停止你嘅行为啊，或者游戏咁样啦。OK， 然之后咧，如果有一只狼将只羊杀死之后咧，就会12个钟头后就会开一个狼嘅审判。喺嗰个审判入面咧，你哋需要讨论究竟边一个系嗰只狼将只羊杀死咧？那个人咧将会被选出嚟，然之后做处刑。如果冇事将狼处刑嘅话咧，就系、是、羊嘅胜利。咁呢一个建筑物咧就有一个逃出之门嘅。OK， 亦即系话咧狼咧就要将剩低嘅全部杀晒啦，全部羊系啦，应该系话唔暴露自己系狼嘅身份嘅时候将羊杀死。咁狼咧就会打开道门啦。
如果只狼被羊杀死会点啊？佢就话系嘛？头先睇唔明啊。咁佢就话咧呢个时候咧就系违反咗呢一个嘅规则，咁狼就会无条件处刑。咦？佢头先嗰句系咩啊？OK。佢呢句应该系话咧，如果狼唔杀死羊嘅话咧，佢就系违反咗呢个规则，所以狼咧一定会死，一定处刑。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已经讲晒所有嘅游戏规则啦。喂，究竟有啲咩目的啊？你而家呢一样嘢都仲未明白系咩目的啊？只要将狼处刑，就会开呢个逃出之门啊嘛？今次嘅狼系边一位啊？范田就咁讲。好，我哋终于嚟到大直路啦，差唔多第一个游戏准备要开始，第一个回合啊。OK， 咁大家都系进入咗一个非常之疑惑啦，或者系一个互相不信任嘅状态啊。OK， 佢就话系咁样的情况都好当然嘅，系啦。即系都系一个比较唔知系咪呃人嘅游戏啦，呢个系苏达尼佢就话系咧，佢就话咧唔好要一啲咁阴沉嘅气氛啊，佢就话阿森啊，呢个森咧佢就话 Misaki 啊 ，Misaki 佢个名咧叫做。总之咧，我哋咧将所有嘅状况咧先整理一下，点睇啊，各位 ？OK， 的确啊，如果唔将依家嘅状况分类咧，我哋乜都做唔到嘅。这个记者就咁讲。咁海棠就话啦，啊，咁讲都系嘅。我哋首先咧最主要嘅目的就系要离开呢间房啊嘛。海棠就咁讲啊。咁主角都有和应到话唔嘅。好，讲完呢一句之后咧，我哋咧就向住呢一个嘅房出去啦。这个什么地方？哇，这个地方这样的。出了这个房间之后呢，又来到一个很奇妙的房间，又是继续。难道是哥哥这里是什么事啊？他就说。那么米森这个医生就说呢，有些奇怪的感觉啊，这个房间。因为这里全部都是这个，不识的，这个 不知道什么意思。这句大家要不要听我讲几句？这个小刀就这么说。头先我都讲过啦，我系一个警察嚟嘅，我咧会保护你哋嘅安全，一定会系啦。咁啊，呢一个嘅警察先生啦吓，咁啊责任感超强嘅，格斗技得意，即系话格斗技都擅长嘅，系啦。对狼嚟讲系一个危险人物啊，定系佢做狼会系危险人物啊？唔知道啊。OK， 啊，有警察的人在这里的确有点安心啊，这个高山的就这么说。Tuscany Sony 他就说的确是这样，海棠也有这么说。新川就说了，但是你也有是狼的可能性啊，有机会是。突然之间说这样的东西有点奇怪，他就说。什么话你说？是啊。你可不可以证明一下自己不是狼啊？系啦，呢位嘅大叔他就话咧适可而止啊！你哋呢句唔太清楚，可能系讲佢唔可以闹交之类啦。OK， 佢就话咧应该系解释就系话咧闹交呢啲嘢咧应该就系呢只 game 嘅主持人想我哋做嘅嘢啦。我谂下话啊呢个饭田啊 ，OK。大家都是好朋友嚟噶，我哋大家咧应该要合力逃出呢个地方啊！阿森啊，呢个女仔就咁讲啦，关西康嘅温柔少女 ，OK， 应该唔知道，应该就系话咧，就算系朋友嘅话咧，应该都系要只狼都系要杀死其中一条友啦，我谂系话。唔通真系谂住咧杀死人？佢就话，但系咧，如果唔将羊杀死，就会有处刑啊嘛。嗰个唔知咩嘅公仔咧，的确有咁讲过，就话。咁小公就咁讲啦，就话咧，
亦即系话咧，果然罗咧一定会将某一个人杀死嘅。佢就话：好 ，OK， 总感觉呢个气氛咧极之唔好啊吓。咁啊，不如我哋首先咧喺呢个建筑物度探索一下先啦吓。啊，的确几好啊，探索咧几期待啊，几兴奋啊，佢就话。咁样嘅话咧，不如咧，我哋就进行一个嘅叫做咩啊？单独行动有啲危险，佢就话咧就一 pair pair 去唔同嘅地方去探索，谋唔同嘅区域咁样。呢个方法都几好嘅，佢就话。哇系，佢就话咧主动同某一啲女仔探索，佢就话一定冇问题，系嘛？佢想揾佢啊，多谢你担心我，佢就话。佢就话咧，我唔想同你一起探索，佢就话，系啦 ，OK， 依家系咁啦。定还是你系狼嚟嘅？你系？我就算系狼咧，应该都唔会杀女性嘅。佢就咁讲。可能会杀男系嘛 ？OK。我识我儿子啊，佢就话有讲，你咧同我一齐探索，叫呢个赤川 ，OK， 快啲行啦 ，Son 啊 ，OK， 我哋行啦，好，咁喺呢个时候，呢、這个之后啦，咁啊比较矮嘅呢个神木咧就同其他女仔去三楼探索系嘛，你叫咩名字啊？唔系同我探索啊，啊相遇。小学生嚟噶你，吓我系小学生啊，唔好意思啊，中学生已经大个啦，已经我21岁大学生啦 ，OK， 大个成人，你啊好失礼喎你啊，唔好意思啊，我仲系见到小学生啊，呢个主角就咁讲，快啲啊，我哋要进行探索啦，喺呢个地方，佢就话咧要注意啊，因为唔知道呢一度会有啲咩嘢嘅发生，所以佢就话系啊，赤拇指。佢就话快啲行啦，赤帽子啊，红帽仔。好，咁然之后咧，我就同呢一个神木咧去咗三楼度睇啦。哇，呢度系咩地方嚟噶？呢度系教室。有种咧不气味啊，都系一啲奇怪嘅感觉啦吓。你系咪惊啊？冇问题啊嘛。吓，我先唔觉得惊啊，神木就话，原来系咁啊。应该是当了他是小朋友，我想是这一句是。快点找出口就说。好，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这间教室进行搜索。我看了一看这个教室，这个窗也有铁板去固定住它的，是没有任何出去的地方啊，系啊，冇得出去。好，咁啊，主角咧就喺呢个时候咧就发现到黑板咧系有嘢写咗嘅。诶 ，OK， 哇，呢个我都唔识译喎。看多多字本，亦即系话咧真正嘅自己，佢就话，究竟系咩意思咧？唔通呢一个咧系有一啲提示，系话呢一个犯人嘅，大概系咁嘅意思啦。哇，呢个系咩嚟噶？啊，有啲咩见到啊你？佢嚟睇下呢一样嘢。诶，呢一个我嘅相啊，唔知咩活动嘅相啊？呢一张系呢一张系偷摄呢个咩偷拍嚟个相嚟嘅？睇起嚟咧系呢只 game 嘅所有人嘅所有。参加的所有人的相啊，应该是带翻翻去俾所有人看咯，我谂系。咁然之后咧，我就同呢一位神木咧就翻去啦。好，咁今集时间就玩住咁多先啦吓，咁等下次再继续玩啦吓，已经系第三集啦嘛，第三集就已经系要开始进行游戏，咁第一次咧。即系呢一个回合咧，我系抽到羊嘅，唔知道有冇抽狼嘅机会啊？我
如果有得抽狼，其实我都会觉得几吸引嘅呢个游戏。OK， 咁下集我哋继续恶狼游戏，系咁先，拜拜。